下来呢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就是说，第一个我问的几个问题，Excel 里面函数几个，答案是多少呢？答案就是刚刚好啊，很妙的，就是你们选最少的那个部分，哪一个呢？这有三个，这个吗？当然不是，这么少，当然 Excel 绝对不是只有这么少的哈，就是这个吗？当然也没那么多了啊，其实就这个了，大概是250几个。250到300个左右，OK 哈。不过我发现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那会有什么下场呢？所以以后你上班的话，很多事情真的会花非常多力气，因为呢，有些问题只要你会某一个函数，那个问题就马上解决了。但是如果你不会的话，你就是土法炼钢，土法炼钢就变成不断的要 Ctrl+C、Ctrl+V、Ctrl+C、Ctrl+V。那你会发现，有人利用 Excel 一直在 Ctrl C，那表示他不会用 Excel。OK 哈，所以其实 Excel 还蛮强大的，只是说很多人呢没有办法把 Excel 的这个所有的功能都发挥出来哦。那另外的话呢，我对于哪部分最有兴趣呢？也是让我有点讶异的，就是大部分同学好像对于基本函数也不是那么熟悉啊。不过没关系，反正呢我一样哦会把。那些基本函数该如何操作的步骤啊，这个按部就班的哈，跟各位啊，后面的话慢慢再提升困难度，OK 哈，所以也许哇，最多人就选这个。那学过西语，这个一个 OK，入门的占83%，这个的话啊，好，没关系，那我就知道了啊，所以我可能要把。我的 tempo 要调慢一点点，哦，可能我会讲的稍微慢一点点啦，但是我也不会调太慢，因为我知道大家其实聪明才智都很够，哦，只是说呢，需要跟你们讲啊，哪些东西是重要的。那，啊，再来的话，进阶，进阶还不错，有8位同学，高阶的话呢，有1位，OK，我可以知道哪一位吗？好，没关系，不，能不，啊，有啊，哦，好。其实你们有填资料，我就知道了啊。好，那有没有未来做最多人还是有？哎，所以显见大家对于这个充实这件事情哈，还是蛮在乎的。然后准备考研究所的占大多数，然后有没有要给爸妈养？哎，有一个哎，OK，这是不是所谓的啃老族哦？OK，好，没关系，我大概知道一下哈。然后希望哪一种方式？上机测验，哎，这也是一翻两瞪眼的方法，所以呢，也许，哎，我们也可以出几道题，反正上哪些题目，考试就考哪几道，然后呢，你就要把我上课讲的那一些方法哦，把它记熟，里面可能会还会考到 VBA 的程式哦，所以难应该是难在这，也许啊，这个也许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式之一，哎，他会比较喜欢第二种上台报告。最少人是想要缴交报告，那反而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。其他地方好像比较多人想要就是缴交报告就好了。上台报告，哎，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哦。OK，好，那再来期末的话，跟期中这个变化比较大的应该是这个少了一些人，多了这些上台报告啊，还有呢交报告的，这我再看看啊，因为毕竟我们这个课程的属性哦。还是主要是我希望是告诉你说，书上有些，即便你看完书，你还是做不出来的那些知识，因为那些东西的话呢，其实真的是需要经验的，而且呢，书里面没有办法完整的传达，即便你看完文字叙述哦，你也不知道说哇，这到底怎么做，有没有？还是会漏东漏西的。还有呢，哪一个方法在使用这个工具哦，最简便的捷径？所以我直接告诉你啊，捷径就在这里了，你不要说走绕远路了，OK 哈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后面大概就是一些叙述了，这个回去我再看一下哈。好，这个是第一个部分，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问卷做完，然后接下来我就是再来看一下哈。首先的话呢，这门课程哦，跟各位讲一下啊，我们这边的课程名称叫做《试算表进阶应用与程式设计》。那因为呢，我在东吴大学哈，这学期呢也有一门课叫做
这个 essential 高阶函数与 VB 啊，其实这两个意思是一样。我本来提的名称是这个，但是学校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它改成上面这个名称 ，essential 不就是试算表啊？可能他觉得说以后不见得是 essential， 哎，也许是 Google 吧，也许是别的软，别的软。不过目前来看哦，还是 essential 为最大宗嘛。哪怕是你今天给你个免费的 LibreOffice， 里面有个类似 excel 的东西，但是很多人用的就是不习惯，就是喜欢用 excel， 我不知道为什么。 那 Excel 有个缺点哦，就是它需要花费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这门课程的话呢，因为呢哈啊东吴那边是远距，所以我是会把这个课程完整录制，然后除了你们会看到之外，那东吴那边的远距的学生也会看到。那两边的话哦，变成说我们这个教室除了你们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教室在远方啊，也更多人。OK 哦，所以我这门课还。 感觉还蛮有价值的，哦，因为很多人在看。另外呢，我把它放在 YouTube 上面的话，哇，那更多人看了，啊，因为我 YouTube 上面的订阅人数啊，目前的话呢，已经没有很多了哈，大概3万多人。OK， 3万多个人多吗？我其实当然不算多哈，啊，这我的名字，你们可以 Google 一下啊，我的名字啊，或者是说你可以 Google 吴老师了哈。所以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后面会。 做几个部分的说明。第一个，我自己是谁？第二个，参考书目大概哪一些？你们可以自己去参考。那这些参考书目的话呢，可以当成是你补充理论部分。那我强调的是实作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有些理论的概念不太清楚啊，请各位自行去阅读。那我主要的任务是教你怎么做，因为我发现很多人看完书还是不会做，蛮多的。我比较强调是实作的啦。OK， 好，而且是实证派。 如果你没办法做出来的话，那表示你其实是不会的，哪怕你讲了再多的道理，其实都是空谈。OK 哈，所以我比较是强调是实做，而不是理论。啊，你不要告诉我一大堆，最后你做不出来，那等于你是空谈嘛。OK 哈，那课程简介一下。另外的话，我把这个函数部分哈分成有5大类，这5大类啊，我们就按照这5大类函数啊，一直到这个期中、期末慢慢。 一直往前推进就对了哈，那里面其实都是范例了哈。好，那首先的话呢，第一个我再介绍一下我自己啊。那关于我哈，你可以 Google 吴老师这个关键字啊。那目前的话，我记得应该是排在第一个或第二个啊。第二个的话，我本来是排第一个，不过第二个因为不知道是不是那个链接是买广告，他买的蛮凶的，所以一下要串上来，但是我从来没买广告。OK。 哦，那我的部落格跟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另外的话呢，你可以 Google 一下 Excel VBA 教学，因为我教的太多了，而且上面的东西也放了蛮多，所以你们也可以搜寻一下相关的东西。那除此之外，我也教手机的 App 啦，或者是像现在比较夯的这样 Python， 这些都有相关的教学。那再来的话呢，这是我的一些简历，第一个的话，我刚刚讲 Google 部落格超过1000篇，另外 YouTube 订阅超过三点三K 了哈，就是33,000左右。那另外的话呢，我也曾经有创业的经验，也得过杰出创业楷模的奖项。目前的话呢，从事主要还是担任顾问性质的工作，之外的话呢，就是教学工作了。OK， 那目前的话呢，因为今年呢。 就是在台师大啊，今年这个是第一年，那为什么会找到我呢？其实也是因缘机会啦，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放了蛮多的资料在 YouTube 或者在这个网络上面，那学校某位老师就找到我的相关资料，觉得还蛮适合的，因为学校可能也希望推展这部分的课程，然后呢，在我找一下发现，哎。 原来我也是在学校的校友，于是呢就找到我。那其他的话也在东吴，所以我刚刚提到就是远距课程。那另外在元智哈，那元智很蛮特别，是说他们已经今年已经第3年还是第4年，已经把程式设计列为必修课程。大一呢4个学分必修，现在学校有吗？程式设计不分，不是只有资讯相关科系哦，每个科系都一样哦。 4学分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今天是文学院好了，你比如说是国文系
国文系也是要必修哦，所以很多同学说，本来他来选那个国文系，主要原因是因为不想要学数学跟英文，哎，刚好奇怪一来，奇怪怎么都要学哈，那当然也是躲不掉了，主要原因当然应该跟趋势有一点关系，那其他的话在一些推广单位哈，还另外就是在企业，好像最近的话，全球人寿也有一些企业的训练课程，OK，所以呢哈，哎，对于企业目前的现状哈。倒也还是有一些些的了解，所以会跟各位做分享哦。那也曾经获得一些奖项了哦，这个当然就教学卓越啦、趋势先锋啦等等的。啊，另外我的证照目前超过30张，最近又拿到一张哦，都是跟这个大数据分析有关的。OK，这一张 Power BI，好，那另外一个 Python 3的证照，啊，其他的话呢，相关的电脑证照也是一堆了哦，主要就是说证明说自己还是有这方面。的专业知识之外，哈，另外一点呢，主要是示范作用，因为我要教某些课程嘛，哎，我自己都没考过，我什么叫人家去考？所以我像我有些证照考过之后，我再跟同学讲说，哎，你可以考考看，真的很多人自己就跑去报名，而且都通过了，OK 哈，好，那我的频道部分的话，大概目前观看次数超过500多万哈，另外的话，参考书目我大概取这一本。这个叫做 Excel 职场函数468招，那什么叫460？其实就468个范例，也就这本书的话，主要还是以范例为主。不过呢，这本书哈，它有一个缺点，就是说它没有 VBA 的部分啊，只有 Excel 函数哦，主要以函数为主哦。OK 哦，那不过我是建议啊，除了函数之外啊，建议你们还是要把那个所谓的 VBA 哈，可以稍微好好了解。因为呢，它可以大大的增加你的工作效率。OK，那其他的话还有哪一些书？哎，这本之外哦，其他的话呢，还有就是这本书其实还蛮好记的啊，《Excel 职场函数468招》。那其他的话，如果说你要学习 VBA 的话，有哪一些比较值得推荐的书籍呢？啊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。另外的话呢，就是大概这两本吧，哈，哎，《超图解》。这是日本人写的翻译书籍啊，Excel VBA 基础讲座。那主要呢，他就教你说，Excel VBA 它要该如何从哪个地方着手？OK，那怎么样去撰写？哦，那底下这一本叫什么？Excel VBA 一点都不难，一键搞定所有报表。OK 哈，哎，这个其实。光看这个书名哦，就让有些上班族哦，哎，觉得跃跃欲试。很多人就因为看了书名买回去，我买回去发现哦，得到了心得什么？Excel VBA 一点都不简单哦。OK，哦，那是可以真的一键搞定所有报表是没有问题的。OK，好，哦，啊，大概是这两本书推荐啊。啊，当然其他有关 VBA 书籍哦，我想你们回去呢。自行再找相关书籍阅读，OK 哈，然后还有这些啦，这些我想就是在参考，OK。那这些资料云端上也有，哦，在这个云端有一个讲义，讲义里面其实我有放这些参考书目的清单，哦，你们也可以再到云端上面去看。那再来的话呢，当然未来哈，新科技代表一个新的机会啊，所以其实为什么要学习程式啊？其实大概有几个重点啊。第一个就是可以跟 AI 做衔接，因为 AI 你第一个一定就是程式撰写，背后的话，如果你不会程式的话，那你怎么去去撰写相关的 AI 的应用？那 AI 现在已经非常广泛在我们身边。OK，第二个的话，大数据这应该没问题吧？Big data，那所谓的大是多大？这么大，这么大，这么大，多大才是大哦？其实呢，大就是人力所没有办法处理的资料量，也就是说不要用人工的方式哦。那如果不要用人工的话呢，那么这么多的资料量的话，那用什么方式解决？当然用程式来解决啦。OK，没有意外哦。啊，也就是说以后都 Big Data 的世代，所以如果你身边你在办公室里面遇到这种 Big Data 的话，那怎么办？如果不会程式，那你就傻住了啦。说真的，所以哦，老一辈的人哦，可能不会一些程式怎么办？他就没办法胜任这些工作。所以很多人哦，到中年哦，如果他不学习，那就有失业的这个危机了。那这个时候，如果你们学会的话，哎，刚好可以取代这个就是
那老一世代，如果不学习的话，啊，其他像云端这个应该毋庸置疑了，还有像人脸辨识，其实人脸辨识应该叫影像辨识了哈，影像辨识到处其实都可以透过辨识，然后呢，以前是用人工的方式，那现在的话都不用，像车牌辨识有没有，也非常普遍用在停车场有没有，直接进去你就直接就已经知道你的车号了，出来的时候呢，甚至直接扣款就好了。像台北市哦，它大部分的停车场都已经这样了，那我觉得还蛮喜欢这样的方式，因为进去就停好车，停好车直接扣我的信用卡，那多好，完全不需要下车，还要在那边排队，还要缴费哦。那当然还有其他应用了哈，再来的话，电动车毋庸置疑了啊，像特斯拉已经成为全世界车厂里面市值最高的公司了，甚至比 Toyota 的市值还更高。你想说电动车车上还没？路上可能还没 Toyota 的多，那为什么它市值比较高啊？因为呢，它是一个噱头啦，大家都觉得它重要，未来还在发展当中。那发展当中的话呢，就有必要哈，哎，可以在这个部分哈，多这个琢磨哦。那另外的话，还有第六个就是所谓的那个 FinTech，这个是金融科技的部分。那金融科技的话呢，目前已经相当的普遍了，所以很多如果你要往那个金融业发展的话。假设你不会程式，那你可能也会遇到一个瓶颈。OK 哈，那其他的话，待会的话，我们就来看一下有关这个Excel 里面的五大类函数。另外的话怎么借由所谓的 VBA？因为有一些函数我刚刚讲过，大概250几个函数，可是其实很多功能还是没有，那怎么办？你就必须透过 VBA 去做制定。那请各位待会先帮我呢。做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呢，开启刚刚下载的这个范例档。范例档案里面的话，请各位开启这个，就第一个，直接点开来，用 Excel，就是01里面的文字与资料函数的文字与资料函数。打开之后，各位可以看到，第一道问题就是这个，我希望把这三个栏位的资料。合并之后变成一个栏位的资料，那合并里面还有相关规则哦。规则的话呢，其实还蛮简单的，这就在上面这里，0911，对吧？所以你开头一定要09。那电信业者的话，就后面这两码，再来一杠。如果说你这边的话不足三码哦，你就自动补啊补，比如说你这边两码，你就补一码0。那如果你像这个地方只有一码的话，你就补2个0。然后中间加一杠，OK，那自动的话帮我把结果放在这里。可是不是叫你用土法炼钢哦，你千万不要说你这边把它点2下，0911-084-007，Enter，那下一个继续。哦，那你要做到什么时候才能下班？其实这个是电信业者他们客服人员一定要会的。那用什么方式呢最快？OK 就是我们待会要讲的。当然呢，最好的话就是这边如果有个按钮，有没有？当我按下它，自动这边全部完成的话，那会是最好的。VBA 就是做什么？就做这个，产生一个按钮，按下它自动完成，这样不是很方便吗？OK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后面要讲的。那请各位呢，先试着把这一题先打开了，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哦。